救命！谁让进来了你？来了，来了，带把的，带把的吗？看，我给你找的，肯定是没有漏货了。看，你验伤一个小孩子，来路怎么样？来路你就甭管了，反正你就知道他健康、懂事就可以了。他长大后肯定是人高马大。行，来，我给你倒啊！先别找啊，我要数一下钱。还数？你这个老东西，拿个钱还用袋子包起来呢？看到没有？跟你讲的，就像是一个印出来的那样子，顶像两父子的。到了没？行，我已经数个清楚了。话里话外，不过要说清楚了。从此以后，断绝一切联系方式。万一你被抓了，不要联系我，不要把我供出来，知道没有？行，知道了啊。还吵吵吵什么地？老公回来了，快去买奶粉。这个孩子是谁家的？我们家的呀。我们家。什么时候来的一个孩子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又没生。你肯定没生啊，你都没得生的。我花40000块钱买来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妈妈，这个小孩是买来的，你怎么这样糊涂啊？糊什么涂啊？我不买一个，我老李家怎么存？人口买卖是犯法，你知道吗？犯什么法？犯什么法？那小孩买来的肯定是犯法的啦。上告皇帝也上犯什么法、啊、上告皇帝也谁让你不能生？你能逃得过警察吗？哦，还说不犯法，你赶快送回去给人家。送什么回去？那小孩呢？这是我老李家的土啊，送什么回去？那以后我们会生啊。你会生早就生了，现在都40、50了。那我们调理一下就行了嘛。调理？你调理多久了啊？要一点时间嘛，赶快把这个送回家。我不送，这是我老李家的种，到时候要等我们去，到时候是他给我们上香的，给我们传宗接代的。这个是祸害家庭，你知道吗？你带这个小孩回来，买这个小孩回来是累赘了我们。累什么罪啊？快点，高皇帝人去什么去？不去。快点。去哪里？这个小孩带去派出所那里去报案，买这个孩子是我不知道什么法，我只知道我老李家要绝种了。不会的，我们好心的，不会的。这个快点报去。我不去报去，快点报去，赶紧